白总，之前总撩牙牙的子轩去哪儿了？他被我调去美妆部，已经毫无男子气概了。走，从中间往外边涂，中间多，边上少，这样女装会显脸小哦。哇，你懂得好多。懂这些有什么用？我教你啊，眼影的关键是下巴。白总，选品不带紫萱吗？我是哈佛硕士，没有人比我更懂美妆。开始吧。这次要选两款眼影，就是荷叶草出行、永焕桃花妆、赤橙杨丽舒和我这种年轻女性。没有 A 和 B 要选。A 是爆款，牙牙用了会很漂亮。牙牙用了漂亮，就选这个，先拿十套给杨秘书试用。我给他画个女妆，如果他反抗，就证明是白总变的。磁场让我来读，红色彼岸花，花瓣遍地撒。